大家好，这里是翁良书上，我是专注分享中华传统文化的小一。俗话说呢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以历史为鉴，来看一看上千年前发生的关于因果关系的事情。那么说到恶人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都会想起秦桧这个人。他是不是罪恶的人呢？不好断定，但是他确实属于典型的作恶多端的人。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，不仅呢贪官盛行，他的党羽呢也为了大肆收刮民脂民膏，并且大兴文字狱，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。他还是一个懦弱但又无比奸诈的小人，主张求和割地，并且赔款，为求取君主的信任排除异己，并编造了莫须有的罪名，杀死了我们的抗金名将岳飞。此外呢，被他害死的忠臣都不在少数。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自然呢也是逃不脱因果的报应。直到现在呢，他的雕像还跪在地上被往来的人唾弃，但凡呢见到的人都会上去踢一脚，这一跪就是跪了800多年。更重要的呢，是他的子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正所谓祖上无德，后辈遭殃，因果放在现在也是一样的。比如呢，小易认识的一个个体老板，在某公司是当总代理，为了谋取暴利赚快钱，他向客户呢倾销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，严重的损害了倾销商和顾客的利益。但他心里多少也清楚这是缺德的事儿，为了图个安心呢，隔三差五的往寺庙里面跑，希望呢求取神佛的保佑。然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最终呢还是因恶贯满盈被绳之以法。正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。恶贯满盈之人呢，神佛也不会保佑他。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，无不印证着有因必有果。就好比现在国际上最大规模的肺炎疫情，如果人们少杀生，少吃野生动物，少造恶业，就一定不会造成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局面。最后呢，小易呼吁大家能够从善心做善事，结善缘，多吃素食，减少杀戮。不知道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因果必报的事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。喜欢小易的视频，请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感恩您的关注和支持，咱们。